拿起锅铲料理素食，志工李安居动作专业熟练。啊，煮的是我看拿手，啊，煮王家是我的兴趣啦。早年经营荤食为业，李安居交友广阔，应酬多。爱生爱啉，好像伫迄个火鸡那嘛唔知影。啊，阮老祖长袂顺，那中家啊，来甲我倒，来甲我叫出来。 一次喝酒开车被斥责，让李安居从此戒酒。这老祖对，对我真好，真感动啦！伊从来冇甲我买嘛，对不？啊，我等下就开始收收工，啊，手我爱捡起来。夫妻俩走入慈济，收起荤食生意，改卖佛教文物跟素凉面。两人经常一同去访视个案。 他个健康，身体还够好啊。看个案给他很大的鼓励，然后慢慢的，他就一直这条路，他就一直走进来了。我们全家人一起感受到他的改变。从相机、环保、访视到各种情物，常能看到李安居付出的身影。投入慈济，让他找到最有意义的第二人生。做慈济，我们不退转，不偏道。 不推辞，不退休，精进再精进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简宏海、吴世明、吕一轩，台中报道。